今次呢就係我哋麥韻琴聲館523微作展。咁所以今時今日嘅畫展呢就係即係完成我個爹哋以前生前嘅榮宴。藝術的生涯來看，我真的很佩服我爹哋，因為為甚麼他一生他的專心是可以繪畫，但繪畫未必好像迄今一樣到今時今日的地位，很多人跟著他繪畫，成一班人，但許榮而出的只不過是一兩個而已，但他的專心可以說就是他對那個藝術上面的愛好而見我認同了。人生有幾多呢？人類你畫畫，好多人畫畫，畫出嚟嗰個精緻同埋其他人，得到人哋嘅認同真係好少。